你在帮忙收球门哦，对，好棒哦！这是我第一个体验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第一个体验，叫收球门。你是说当教练的？你让他慢慢拿，慢慢拿。这个时候老板就说：“收快一点，收快一点。”老板要去吃饭，有没有？真的好棒哦！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么棒？他刚刚说，因为我怕你们很辛苦。真的？对啊。为什么我比较喜欢你辛苦？你要来上课啊？真的？你刚刚跑去哪里了，晨晨？你怎么没有一起来上课？你刚去躲太阳吗？你刚刚是不是去溜滑梯？他很认真在说话，不想要理我们。会做事的小孩，忘记了。啊，卡住啊，不能手。拿，来，再来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压，我是帮你压。你快一点，老板要吃饭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那个绿色的袋子有没有收？绿色收。还有标志牌啊，还有球。